大家好，我是千鸟。这里是 Never Alone 的预告。讲什么啊？ Never Alone 算是一个介绍因纽特人的游戏吧。因纽特人就是常听到的爱斯基摩人，但是爱斯基摩人这个称呼带有歧视的意味，知道就不要再使用咯。至于为什么会玩呢？因为它的封面让我觉得很漂亮，刚好 PS 加会员免费就载下来了。那就这样，更新时间翻得完的话，应该是接之前自由的呐喊在每周六日吧，我尽力，哈哈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拜拜。